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个疗剂叫做 Variolinum， Variolinum 是天花病质的药，是一个 smallpox 的 nosal。 咁呢个药呢是基本上呢是天花嗰个病质里面呢是提炼出嚟，将佢充能成为一个疗剂嘅。咁所以呢喺个应用方面呢，第一个应用的地方当然是用在一些天花，当然天花我们已经很少见了，即是好像类似天花这样的症状都可以应用得到的。好了，第二个用的地方呢就是对一些很严重的腰背痛、背痛，你试过很多疗剂你都好像都处理不到，那呢就可以呢就考虑用这个 Variolinum 天花病质药跟这个 Nosal。 第三个应用的地方呢可以用在一些我们叫做 Shingles， 即是带状的疱疹，可以呢是急性用，但当它出现的时候呢你就立刻应用，或者呢很多时候呢是带状疱疹剩下那种神经痛、你都可以 用到的。这个疗剂可以这么说呢，是疱疹一型或者二型呢都可以用得到的、也都可以帮助一些病人呢是减低他、那个疱疹那个带状疱疹的倾向。带状疱疹我有时叫做山蛇、可以说是可以很痛的。好啦，第四个应用的地方呢是一种暗疮，而那种暗疮呢是爆得好犀利，暗疮之后呢嗰、那个面呢就好似生个天花啲豆皮咁样嘅。咁呢个呢就係 Variolinum 可以应用嘅地方啦。咁通常我哋另外一个疗剂呢就係、是、硫酸钙呀 calcarium sulfate， 咁我用喺通常呢对一啲暗疮
好多黃濃嘅濃頭好大嘅暗瘡。咁啲暗瘡通常咧係令到個皮膚咧就出現咧好嚴重嘅瘌啊。咁呢個咧亦都係 varioline 咧可以幫你處理佢，令到可能令到呢啲嘅暗瘡呢啲咁樣嘅瘌咧可以慢慢消減嘅。OK，varioline 腰背痛、天花、疱疹、大狀疱疹，同埋咧係嚴重嘅濕疹。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